漂亮的背后运球，再往篮下打，这次还是翻转。阿姆多拉速度很快，带到内线，这下有点困难，漂亮。两边还是保持在一个运动战进球的差距。来，牛角，牛角，牛角，哎，好吧，过去。往里走。江淮在场上的核心控卫，非常好的分享球，漂亮。你进一个，我还一个。还是来自于江淮和孙海清的连线，10-5 ，10-5。哎，加倍，加倍。嘿嘿，下线右边，右边。Taylor screen， 阿卜杜拉自己突进来，强打一个，漂亮。阿卜杜拉在场上也许是最瘦小的身材，但这一次无惧对抗，篮下打中，10-7。曹芳，罗德右侧侧翼，再转到左侧看看三分尝试，没有。江淮在开场有过一记三分球，但这次没有命中。漂亮的背后运球，阿姆多拉再给到 Killer， 再转移白金，运一步三分线外，白金三分未中，前场篮板，庄镇拿到二次进攻的机会，白金再获一次三分命中，白金大平10-10。白金个人砍下6分，让球队现在打成平局，10-10。球权来到红队，曹芳组织进攻。来来来，出去出去 ，over，over，over，good， 该该，走走走 ，come back，rotate，over，over。看看在底线的突破，白金刚才打中，现在又防下，阿姆多拉这边过了曹芳。再往篮下打，这次还是翻超，也是乌龟队。Time out， 阿卜杜拉凭借自己坚决的突破打停了红队。两位国际球员之间传导找到阿卜杜拉，看看这次的传球大范围的转移，这有点危险啊！还有一秒，白金压上小篮板，小篮板，阿卜杜拉，哇，小个子大能量，收下这次进攻篮板。Two shots， 33-26。现在蓝队又要罚球。江淮，江淮。34-26。一次。阿卜杜拉罚中第二罚，现在35-26。